小朋友们好，绯红猪小妹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四枚超人总动员变形玩具袋哦。听这个名字，小朋友们就应该知道了吧，里面装着的都是超人哦。小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呢？红色、橙色、蓝色、黄色。先给小朋友们介绍这个红色的透明的玩具袋，变形袋。哦，看起来酷酷的，红色的超人。哦，印出来了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巴鲍勃。看我戴着眼罩的样子是不是很酷啊？看我浑身的肌肉都很发达哦，我的力气特别大，哈哈。我最喜欢帮助小朋友们了。嘿，我又要变成袋模式了。变形很简单，很好玩的变形袋哦。巴鲍勃又变成了蛋，橙色的是谁呢？看起来是一个女生。哦，真的是一个女生，这是背面哦，头转过来。呵呵呵，小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一个女生，我漂亮吗？我的名字叫巴合利，我的名字也很好听吧。小朋友们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呢？我真是乐意之至呢，嘿嘿。开蓝色的蛋，咦，这是一个男生，这个超人可不是蓝色的，也是红色的，穿着红色的衣服的超人。发现他们的身上都有一样的标志哦，胸前。都有一样的标志，一个可爱的小男生。嘿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我是不是很酷啊？我的名字叫巴小飞，我会飞哦，不信看一看。飞走了，我又飞来了。巴小飞就是我，我是一个
酷酷的、调皮的男生，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。还有一个黄色的超人，哦，这个小超人就更小了，好像还是小婴儿呢，这是背面啊，头转过来，嘿嘿嘿，小朋友们，我的名字叫八小杰，小朋友们可以叫我杰杰，我就像这个名字一样，是一个杰出的超人。虽然我现在还很小，但是等我长大了，就会更加的出色哦。到时候我会认识更多的小朋友们，欢迎大家都来找我玩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。小朋友们喜欢超人吗？喜欢记得点赞订阅哦，拜拜。